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挑战演女鬼的角色。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个可爱又单纯的女鬼。在拍摄过程当然会有经历过很多酸甜苦辣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不错的经验哦，而且还可以增进我们彼此友谊之间的感情。感谢我对我们可以在这个机会中让我留下很好的回忆。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这个影片，谢谢。我是在影片中扮演男鬼的男配角。从影片一开始，我是为了完成遗愿，希望能找个女朋友，便巧遇了男主角，希望会得到他的帮助。由于时间太过于短暂，只带走了遗憾，我替这角色感到有点可惜。借此告诉大家，人生就跟旅行一样，疯狂一次吧，不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，谢谢。很荣幸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完成这部短片。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演员都好高啊，所以拍摄过程都需要一些辅助品，例如椅子甚至是桌子。除此之外，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状况和问题，也谢谢导演和演员们的极力的配合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合作，谢谢。我在这次影片里负责的东西就是导演和男主角。从一开始我们的筹划到作品的完成，没有想过时间会过得如此之快。在我们指导的过程中，特别感谢演员的极力配合，也非常感谢摄影师的帮助，才极力的完成这个作品。在影片里我也扮演了男主角的角色，他是个有阴阳眼的人，从一开始就过着不一样的生活。我觉得他很胆小，但他很有责任感，不会违背对两个灵魂的承诺。再次感谢 Do Studio Multimedia Academy 的耐心教导我们，还给我们不同方向的机会发展我们的创意。希望下次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次合作，挑战新的作品，谢谢。当导演说要拍这关于鬼的短片的时候，顿时觉得我很有挑战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拍类似这样的短片。然后所以在这短片里面都在讲述那个主角从一开始就天生不一样，然后经历着不一样的人生，所以就特别说蛮有刺激在里面。